这是四号的，四号那个扳手，拆一下，拆这个螺丝。这个你就可以暂停一下了，不用一直那个，等会儿把这东西跳过去。好了，这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嗯。这四个螺丝，四个螺丝吗？拆完了放地上。那里面有四，应该是。这是2.5号的那个脚。哎呦我操，他们打上胶了。松一下，就是这个螺丝不用拧出来，只要它松一松就可以了。嗯，里面有丝。这个螺丝，哎呦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拿出来了。这个线，把这个拽出来。这个就是往外拽的，啊，这就是，这个就是电池。哦，这个就是电池。好了，这个电池，这里拿胶把它这个割一下，把我割一下。这电池。就下来了，对，对吧？嗯。